你明明知道他爱我，你为什么还要骗他进寺？咔！怎么回事？躲什么躲？这一巴掌是聂小倩为所爱被骗而打，要打出气势，懂吗？妹妹呀，我们这是拍戏呢，你躲什么呀？我记得你小时候一共逼着我妈给你输了30次血。你想怎么样？这里全是摄影机。我今天想先扇你30个大耳光，收点利息。你导演，我们再拍一遍。好，来，各部门准备啊。今天这场戏拍的差不多了，秦丽丽，我告诉你，当初你们一家做的恶，现在我会一一还给你们。秦可，你不过是秋后的蚂蚱，怎么从哥玩烂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